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。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。全国早安。我们继续聆听以赛亚先知书。那这一周我们所听到的以赛亚的预言都是好消息。那在今天我们将听到的，他向西用子民要告诉他们不要再痛哭了，因为天主已经聆听了他们的哭声。那以赛亚还有跟他们讲了，说他们在走路的时候，如果他们走偏了，偏左偏右，从后面有一个声音，那这个声音就是要指导他们要走正路。我想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走偏的路，但是天主的声音一定会在我们左右边引导着我们向前走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为解救陷于与困境中的人类，派遣你的唯一圣子降临尘世，我们虔诚期待你广施慈恩，求你恩赐我们都能获得解救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以赛亚先知书。我主上主，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：西庸的百姓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不要再痛哭了。上主必俯听你呼求的声音，他听见了，就必要应允。上主将要给你们困苦的食物和辛酸的水，你们的教师再不躲藏，你们的眼睛必能常看见你的教师。当你偏左或偏右时，你必会亲耳听到你后面有声音说：这是正路，你们要在这上面走。你把种子种在地里，上主必使雨降下，并使你地里出产的食物丰收。到那一天，你必将在广阔的草场上牧放你的牛群，耕田的牛和驴驹，并将吃那牧鲜或簸箕羊尽又拌上盐的除料。大肆屠杀之日，当堡垒倒塌时，所有的高山和小山必有溪水涓涓流出。当上主包扎他子民的伤口，治疗他们的病患时，月亮的光要像太阳的光，太阳的光必增加七倍，如同积累了七天的光。
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信赖上主的人是有福的。信赖上主的人是有福的。请赞颂上主，歌颂我们的天主，世界美事，赞美颂扬他甘宜之志。上主重建了耶路撒冷，聚集了离散的以色列。信赖上主的人是有福的。他医治了破碎的心灵，亲自包扎他们的创伤。点点繁星由他制定，颗颗星辰是他命名。信赖上主的人是有福的。上主至大至尊，威能无比，他的智慧无法估计。上主将谦虚的人扶起，将作恶的人贬义至地。信赖上主的人是有福的。唱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唱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赞美主。趁着上主能找到的时候，你们要寻找他；趁着他在近处的时候，你们要呼求他。唱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唱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赞美主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周游各城各村，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治好一切疾病，一切灾因。他看见群众，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像没有牧人的羊。于是他对门徒说，庄稼多，工人少，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。耶稣把他的十二个门徒叫来，赐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，可以驱逐邪魔，医治各种病症、各种疾苦，并且祝福他们说，你们要到以色列家迷失了的羊那里去。你们在路上应宣讲说，天国近了。你们要治好病人，使死人复活，要洁净赖病人，要驱逐魔鬼。你们白白得来的，也要白白给人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圣父平安。记得几个月以前，我们的员工其中的一个，他买了乐透彩，以后他真的是中了，也中了，就说也不是说很大，也没有说很小，刚刚好。以后呢，他就觉得说他得到了这个，他应该要请客一下，请我们的同仁，他去买了一些真的好吃的。以后呢，就是打电话给我们说，你们来呀，来分享一下。我到了我们天下那边呢，我就问这个是从哪里来，为什么今天我们有特别的日子，有好吃的东西呢？他就说，因为他中了乐透。所以这个乐透是
他白白的来的，所以他就很想说要跟大家一起分享，一起庆祝一下。好，为一般人说白白的来的，就是像这个乐透，你中了乐透就白白的来的。当然你花了一点，大概是100块，但是你得到的如果很大的，这个就是白白得来的。我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白白得来的应该是什么？也我们这个的命，我们这个的生活就是白白得来的。我们没有花任何的一毛钱要买我们这一命，要买我们这个的身体，要买我们的这个的生活，是天主白白给我们的。而不只是这个，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得到了更多更多的天主给我们的恩宠，天主的祝福。如果我们要算的话呢，真的是数不完。我们要感谢天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些，我们也要把这些可以跟更多的人来分享，分享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所施展的恩宠。在今天的福音里面，我们所听到的，耶稣看到了群众以后呢，他就动了怜悯的心，因为他看见了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。他看到了群众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，所以他就对门徒们说，庄稼多，你们要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。这个很有一点的奇怪，耶稣看到了群众好像没有牧人的羊，他应该说你们要求那个什么羊群的主人派遣牧人来牧放他的羊群，但是他要他们求说那个庄稼多，所以他用的是从他用的前面的是那个牧场，从这个牧场有变换到哪里，到农场。那这两个牧场跟农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为了谋生的主要的工作，除了在加利利亚，当然因为在加利利亚有加利利亚湖，所以他们有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捕鱼，所以意思是一样，羊群没有牧人，需要人来牧放羊群。在农场这么多这么好的庄稼，但是没有工人，所以需要的就是需要人来做工，来牧放羊群也好，来收割也好，需要有人来工作。以后呢，耶稣讲了这个，耶稣就派遣他们来做什么，就是为了去实行他所看到的，没有牧人，他派遣门徒们去牧放羊群，没有工人在农场，没有工人去收割，耶稣就派遣门徒们去做工，去工作。那所指的那个牧人，那个什么，那个羊群，跟那个庄稼，就说这些人。他们需要聆听天主的圣言，这些人需要得到天主的祝福，需要听到好消息，所以他派遣他们就是这样的，要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工作，来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人。我想同样的使命也交托给我们每一个人，在我们现在的工作，现在的生活，也很多很多人他们过的生活也好像是没有牧人的羊群，在我们的眼前好像有一大片的农场庄稼就在我们眼前，需要我们去工作。所以我们不只是说要求这个庄稼的主人要派遣工人，但是我们自己要答复，要向天主说，我愿意当做你的工人去收割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把我们今天的祈祷的意向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
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，以出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置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西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Thank you.